这次的课题呢，还有很多名师都会出席，因为现在我还等住香港的名师啊、台湾的名师，还有大陆的，还有外国的，新加坡等等的名师呢，跟等他们给我们的这一次大会的出席的答复。所以我相信这个一个世界一个风水呢，这一次应该非常非常的成功会推出，因为中国会来到500到800名出席我们马来西亚，除了大师之外呢，还有企业家，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等呢都会出席。我们大会是排除神棍，排除神棍哦，我们要有根据科学，进我们的会员呢必须要有科学根据，有神话绝对不可以参进我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会员世界各地有其他宗教，在大会里面呢不允许讲宗教，不允许讲政治，去到每个国家都要根据每个人的国家的法律法规必须要根据的。 The whole world must to come to us to have a sitting down, have a conference talk, have a conference can exchange our ideas, let people know feng shui is not a superstitious thing. Thank you.